的激情都体现在这个舞台上了。最大的一个特点，节奏感特别强，未经特意雕琢以后的质朴之美，活力是非常的高扬。黄梅清音广流传，直通春晚的演出带给观众欢乐，是因为每一个表演者心中有爱，纯粹而喜悦。他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团结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很温暖，特别有爱心的一个团队。有时候观察到孩子们之间的这种互相帮助，这种团结啊，我觉得有时候很让我感动。他们非常有凝聚力，他们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在直通春晚的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自己最好最好的一面。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听的最多的是他们的这个歌声，看的最多的是他们的笑脸。他们是最美的表演者，用笑容贯穿始终，用欢乐感染你我，用友谊芬芳过程。最后20票投给新疆代表队。快乐让瞬间成为永远，友谊让情谊超越胜负。那已经尽努力了，而且做到了最好，我们非常开心。没事，大家很开心，你看大家也很开心。他们用快乐的音符奏响了动人的乐章。我要上春晚。有请主持人董卿上场。我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行行行！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的特别节目《直通春晚》。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朋友们请坐。今天啊，是我们《直通春晚》5场综艺节目直播赛事的最后一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26支参赛代表队的总排名就将产生了。究竟有哪5支代表队可以跻身前5名？最后接受我们春晚总导演的挑选，也将尘埃落定。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又有6支来自不同省区的代表队登上我们的舞台，要一展他们的风采。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6支代表队分别是四川代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云南代表队、辽宁代表队、青海代表队、海南代表队，都挺热闹的。就辽宁代表队，因为只有2个人，多少显得有点势单力薄的感觉啊。这不行，就算2个人，也得有我们辽宁4300万父老乡亲的气势在那儿。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辽宁代表队、这还差不多。我们今天现场这6支代表队很有意思，从地域上来看，那就是一个南北对决啊。
你看，正好有三支队伍是来自北方的，分别是新疆、辽宁和青海，还有三支队伍是来自南方的，分别是四川、云南和海南。这一南一北，离得最远的超过了4500公里。现在的温差我估计也得有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得差40-50度呢。从生活习俗上来看，明天是冬至，在他们家可能吃的是饺子和羊肉，在他们家可能吃的就是圆子和糯糕，千差万别。但是我想此时此刻各位站在舞台上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渴望着梦想能够实现。所以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为他们祝福，给他们加油，加油。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还是要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几位重量级的评审，他们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执行总导演吕逸涛，著名演员蔡明，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著名作曲家王黎光，著名舞蹈家沈培毅，著名指挥家李新草，著名歌手孙悦，欢迎各位的到来。除了我们的专家评审之外呢，我们现场还有50位来自各大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唱片公司和演艺经纪公司代表组成的我们的现场评审团，在这里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大家。特别还要感谢恒大音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9999黄金专家孟娟黄金对本节目的奖品赞助。那今天晚上第一支要登上我们舞台的代表队来自哪里呢？请看大屏幕。掌声欢迎四川代表队闪亮登场。就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节目。我们赶紧请我们四川电视台的主持人叮当为大家介绍一下。谢谢邓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春晚是一桌团团圆圆的除夕年夜饭，我今天端上来的那是历经3000多年历史演变而成的一盘热气腾腾、原汁原味的农家土菜，宣汉土家族蒿草锣鼓。它朴实接地气，极富川东特色。居住在四川宣汉县的土家族人民将蒿草锣鼓代代相传，他们歌词是即兴创作，风趣幽默。通常两个人在田间地头是敲锣打鼓的领唱，田里一群人在除草唱和，成为啊土家人地地道道的劳动进行曲。大家伙聚在一起斗嘴斗歌斗力气，晒田晒果晒幸福。哎呀，
那展现了我们宣汉土家人的幸福生活。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幸福，摇不摇得？摇得，摇得，摇得，摇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四川代表队带来的土家族歌舞《蒿草锣鼓》。
好，谢谢，谢谢各位。这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早唱到晚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生动的这个在川东农村广袤大地上一派劳动的景象。蒿草锣鼓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蒿草的时候大家这个唱的一种劳动歌曲。我们看到这几位啊，穿着这个土家族民族服装的这几位大叔，都是我们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朋友。这位老何是在当地被称为是土家歌王啊，听说粉丝很多呀。是的，我们都是他的河粉。哦，老何的粉丝叫河粉。对。那你跟蔡明的粉丝好有一拼，蔡明的粉丝叫蔡饭。你们两个人粉丝凑一块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听说在当地蒿草锣鼓是属于即兴演唱的，因为在劳动当中见什么就能唱什么，真这样吗，老何？对。对，那你能唱唱蔡明评委吗？蔡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他演小品。哎，就在你对面呢。对。哦。我在这里。好。好，来。我要你这要我的这个。嗯呀、蔡明老师演小品呐，全在把名欢迎呐，我想给你画个音呐，即兴唱的吗？对，即兴唱的。哎，我怎么觉得你想了好几宿了呢？我想了三十秒。想了三十秒？三十秒。就想到要合影签名的事儿了。哎，对。哎呀，真有水平。那我们就先听听蔡明的点评吧。首先，谢谢老何，谢谢。哎呀，您那么优美的歌声，真的很谢谢你。而且我看刚才那个舞蹈，你那个角色挺有意思的，站在远远的山上，扛着个锄头，什么活都不干，就在那唱。还有三位站在那个地方敲锣打鼓，也是不干活的。所以你知道歌唱的好有多重要了吧？对对，他是鼓励人们好好干活的。那么这个舞蹈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个很淳朴的一个舞蹈，而且很有感染力。他们在那跳着，我恨不得上去跟他们一起去蒿草，真的有那种感觉。然后哗，日落了，月亮升起来了，哎呦，很有那个，哎呀，真的很有生活气息。立刻把那个那个帽子改成了那个襁褓中的婴儿，这样啊，对，我觉得很感动。最后那样静静的，农家的那种收工以后，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美。谢谢你们。好，谢谢。那回头那个合影的事儿，你看没问题啊。好，这个哎，我觉得孙越上他们宣汉县合适，你的歌唱得好，基本上也可以不劳动。估计我喊不过老何，老何我真喊不过你。我但是刚才啊，你知道你们在边唱边跳的时候，你知道我一直在笑，我在跟王老师说，我说呀，如果咱们现在的我们的农民都是这样幸福的耕作，我不唱歌了，我去种地去。老何你在旁边必须给我唱啊，然后我在旁边拔草，那个感觉太幸福。你们这今天整体的感觉是给我们感觉是那么幸福，那么快乐，所以我感觉是那种感动我们。然后刚才我就说那声，您都叫蔡明了，你咋不叫我一声呢？你喊一声，我估计啊，估计要在平时喊我一声，估计你一瞬间就看不见我了，就把我吓跑了。大老远说孙越，我就跑了。但是你那声特别有震撼，你喊一声呗。我觉得他好像很遗憾没喊他的名字。你没喊我呢，来，你喊孙越。孙越。行，说到了。
我是你的粉丝。我觉得他不管喊谁的名字都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绝对的啊，发自肺腑的。但是我有一个我一直在看啊，那个鼓啊。嗯。就是那鼓看着可旧可旧呢，可有年代了，对，可有年代。这鼓有多？这有多少年了？这鼓多少年头了？我有68了，我那鼓有100多年了，是我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遗留下来的。摇的摇的，100多年了，100多年了，哇，太有历史了。但是这鼓真结实啊，敲了100多年了，还没敲坏过没？这边已经打穿了，你看那边。哦，这面打穿补上了啊，补上了。但是我觉得我、啊，但是刚才其实虽然你们没在中间，但我们看你在旁边是那个陪衬，仍然很精彩，是真的。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吧，这个蒿草锣鼓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因为啊，农村的这个壮劳力大都进城务工了，在这个田间地头听到蒿草锣鼓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呀，这。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传下来的这鼓啊，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还能打响啊，这也是一种传承，是不是？我们也再次谢谢四川队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的直播。您在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所有通过我们的五场综艺节目直播赛事直通春晚的参赛队，每一支队伍都可以获得由9999黄金专家孟娟黄金特别打造的金如意，也希望大家能够梦想成真。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又是来自哪里的代表队呢？请看大屏幕。大漠，戈壁，10万大军。挥师西进，屯垦戍边，伟业辉煌，绿洲万顷，尽风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祖国东西南北文化荟萃的热土。各民族优秀文化融合的大舞台，铮铮铁骨兵团人，代代秉承兵团魂。我要上春晚。掌声欢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闪亮登场。我们是来自大漠的胡杨，春晚有我会更棒。好，欢迎各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的这位推荐人啊，也是大有来头，著名作家编剧陆天明先生。您好，陆老师，欢迎您。我刚开始还有些意外呢，我说您怎么来了？哦，后来想起来，您在兵团生活奋斗过10多年呢，是不是？所以您今天来作为推荐人来到这里，很荣幸。说说您的感受。谢谢董卿。观众朋友们，人们常说新疆有多大，兵团有多大，因为新疆兵团分布在新疆各地。又说中国有多大，兵团有多大，因为兵团人来自祖国各地。还说世界有多大，兵团有多大，因为这些年兵团的产品人才已经走向了全世界。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节目叫胡杨魂。胡杨树3000年不死，死了3000年不倒，倒了3000年不朽。这种顽强就是兵团精神。而兵团人比胡杨树还要了不起，因为他们永远不倒，永远在遥远的边疆守望着、建设着这一片神圣的国土。
谢谢。谢谢谢谢陆老师的推荐词。那您说的这种胡杨的精神啊，今天怎么样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杂技《胡杨魂》。Oh,
谢谢，谢谢各位的表演。这是一个杂技节目，但是又有一段很柔美的独舞穿插在其中。我们来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好吗？王立光。首先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朋友们表示祝贺，你们这段节目太精彩了。这个我对你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份感情在里面。我出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以我们都算是兵团子弟。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推荐人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兵团还有一种精神，他刚才讲到了新疆有多大，兵团多大，中国有多大，兵团有多大，世界有多大，兵团有多大，还有宇宙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真是这样。为什么兵团人的胸怀是很多很多文化不可替代的。所以你们这个节目经常我看杂技的时候，我尝试因为你们的技巧，或者是因为他的那个这个悬念让我很揪心，是我很，但我看你们不一样。刚才讲了，除了这份感情以外，我看到在你们这个身体极限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升华了，就是兵团精神。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品它烙印着这个时代和地域的文化的烙印，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兵团文化还有一种，就是你们的父辈恐怕都会有这样深深的感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献的就是你看你们的兵团后代依然为这种兵团的文化和兵团的精神在舞台上的展示。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当一个艺术作品精神层面上有更高的升华的时候，技巧都什么都不算了。所以我在你们的这个杂技的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的是一种兵团精神，非常好，非常感动，我向你们致敬。谢谢，谢谢王立光老师。裴毅。我觉得首先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们祝福你们今天的表演。真的，我觉得没有想到，我想你们不是一个专业的杂技演员吧，应该不是吧，是完全靠自己在下面练习，是这样吗？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了不起，能够那么在局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头，让肢体完全被你们所控制，这一点我觉得看到你们在下面下的功夫。但是我提一个我的疑惑，就是我们的独舞演员，女舞演员在这里，我觉得有几个桥段，有一些使我们观者的视线不够聚焦，尤其是当你们在完成，就是我们象征着胡杨树的这样一些男演员，他们在完成技术的时候，他在前面跳，无形当中混乱了人的视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下面你们还要再下力啊。其次呢，就是我觉得服装，当然我觉得可能你们有你们的考量对这个胡杨树的形象，但是我在想，既然是在弘扬胡杨树的精神，那么树的形象我没有感受到，所以可能服装没有帮上你们的忙，就让我觉得你们在完成杂技的技术技巧的时候，没有让我很明确的把我牵引到树的形象上，这一点我想是你们这个作品当中下面需要调整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胡杨树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我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对，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胡杨魂，而胡杨树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啊，它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1亿多年了。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胡杨树的树根可以扎到地下20米的深度去汲取养分。所以明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这60年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兵团人可以说将自己深深地扎根在边疆，发扬着胡杨树的这种精神，才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改造戈壁荒漠的一个奇迹。所以我们也再一次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人致敬，也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那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登录 CNTV 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我们的幸运观众啊都将有机会获得9999黄金专家孟娟黄金所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代表队又来自哪里呢？请看大屏幕。
红土高原是中国声音的高声部，七彩云南是美丽中国的调色板。当海菜腔唱响中国，当孔雀舞惊艳世界，歌舞云南民族大观。听梵音低语与天地对话，看无影婆娑显禅风佛韵，他们是傣族舞蹈的传承者。2014彩云之南，一群年轻的舞者用执着的舞步向春晚敬军，向青春致敬。我要上春晚，掌声欢迎云南代表队闪亮登场。再出风采，进行春晚。好，欢迎云南代表队。出场方式很特别，翻越着就上场了。究竟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看点呢？我们请云南电视台的节目主持王一舟为大家介绍一下。好的，朋友们，说起傣族舞蹈，大家一定会想到优美的孔雀舞，而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个舞蹈阿罗汉，一定会改变你对傣族舞蹈以往的那种印象。在这个舞蹈当中，又充满着浓郁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文化气息，并且彰显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相信这群来自云南的阳光大男孩们的表现，一定能够成为彩云之南的又一次精彩绽放。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云南代表队为我们带来的舞蹈阿罗汉。
好，谢谢各位。云南啊，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而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所以云南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歌舞之乡，歌舞王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是一段傣族的舞蹈，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评审的感受。青草，哎呀，吓我一跳，董卿你在给我压力啊，董卿老师。你是不是思想开小差了？没有，没开小差。我刚才看得非常投入。我说你给我压力，因为是这是一个舞蹈节目，我旁边坐着那么一位专家，你让我先说，这是给我抛砖引玉吗？那么今天也是很巧，因为可能有些人知道我的家乡就是在云南。刚才看见这一些可爱的小伙子们，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用他们的肢体语言，表现了一种生命，源源不断的生命，而且是我看到了一群非常可爱的一群小和尚，而且从他们出场一开始，我就想到了好多人物，比方说少林和尚，因为他们翻着跟头进来，然后突然一转变又非常可爱，我想到了一休等等等等那样的人物。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表现的就是云南傣族的小和尚是吗？他的主要形象？对，是的，我们表现的就是傣族的他们这些小和尚。对，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因为傣族人家的男孩子都要是要去一段出家的这么一段历程。那么我小时候看过在田间一群小和尚打着伞，这是一个特别一个非常典型的他们这么一个形象。如果是你们的编导如果能再把这个元素加进去，我想可能就会更加能体现到这个地域性的这个文化啊。那么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名字啊叫阿罗汉是吧，那我想问这个阿罗汉和罗汉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傣族他信奉的是南传佛教嘛，他其实跟是不是跟那个我们那个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叫爸爸妈妈叫阿爸阿妈也有点有那种关系呢？对对对，是吧？对对对。而且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一帮可爱的男孩子，他们不仅表现了这个男子的刚强，我觉得他们更突出的表现了男子的阴柔的一面，他们用他们的肢体语言非常感，而且整体的结构感非常强。嗯，谢谢你。好，谢谢新草。来，我们听听沈培义的看法。嗯，好，我觉得特别高兴。这个
今晚第三个节目我就看到了这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一群训练有素的小伙子，这一点我看到你们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很好。那么我现在说作品，作品我觉得开始的影子部分不够灵动，没有吸引我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彩呢？就是你们从后影子过后，你们从后往前走开始出彩，但是可惜在中段没有抓住，所以基本上让我觉得第一动和息之间让我看不到区分，动中就要静，就要静住，动就要动得起来，现在是动也没动起来，静也没静止住，所以就感觉你们的肢体在控制上可能要下去要好好排排练，现在感觉有一点偏脏在动作完成过程当中。其次我觉得所有的好的作品它强调的是细节，如果你们要是特别的注重自己的动作的品质的这个细节的话，我相信这个作品还会这个质感还会不同，所以我想你们下去还要继续努力，好不好？嗯，好，好，谢谢你们，谢谢裴毅非常专业的这个对建议。不过我觉得这个云南代表队啊，这跳一段傣族舞真的是让我们有点不过瘾啊。有没有可能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啊？哪几位小伙子稍微再展示一下我们各个民族的舞蹈一小段儿，也让我们观众看一看，感受一下，好不好？多彩云南到底多彩在哪儿？比如说，咱们来一段佤族的木鼓舞，哪位小伙子可以来一小段啊？嗯。再来一段白族的八角鼓舞，有吗？好，来再来一段彝族的烟河舞。各位就到这儿吧，因为真是要跳一宿都跳不过来。你们知道在云南的民族民间舞有多少种吗？让你猜多少遍你都不一定能猜得出来，超过6700种。所以有一种很浪漫的说法，说云南那个云呐、啊，是这片红土地上多姿多彩的舞蹈升腾而成的。这话沈培毅肯定特爱听，所以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云南队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不要忘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参与互动，就将有机会获得小天鹅自动投放洗衣机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代表队又来自哪里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的直播。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代表队又来自哪里呢？请看大屏幕。辽宁，一个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和丰富文化资源的文化大省，黑土厚重，文脉悠长，文艺芬芳，如今正以转身向海的大气魄，正以青春昂扬、包容、开放的新姿态奔跑而来。美在文艺的根深叶茂，地方戏曲种类繁多，京评话杂曲无所不有。辽艺、辽八、辽歌曾几度唱响辉煌，喜剧小品、绿字二人转更是受当下全国观众的喜爱和赞赏。美在大家巨匠辈出，李默然、袁阔成、刘兰芳、赵本山各领风骚，享誉天下。美在群众文化蓬勃向上，
美在文艺振兴文化强省，美在加快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我要上春晚。掌声欢迎辽宁代表队闪亮登场。锅碗瓢盆小白盘，幸福需要拐个弯儿，快快乐乐通春晚呢。好，欢迎二位。说实话，我特别期待这个节目，因为是一个小品，来自辽宁的小品，而且也是我们五场综艺节目展演当中唯一的一个小品，所以看点在哪儿？赶紧请我们辽宁电视台的主持人王旭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小品，名字叫做《幸福需要拐个弯儿》。我们辽宁啊，出小品人才，这是人杰尽知的。那一说到辽宁的小品呢，很多观众朋友马上会想到那浓郁的黑土情，浓浓的东北嗑。董卿老师会说东北话吗？干啥呀？没干啥呀，看直通春晚，你们那家伙啊，老逼好看了。那必须的。其实我们辽宁的小品文化当中呢，不仅仅有这个高粱大豆哈，同时呢也有奶油蛋糕。就像今天带来这个小品呢，它就打破了以往我们传统东北小品的一些传统特色。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呢来进行演绎，也就是音效小品。哎，这个小品啊，还有很浓郁的都市气息。是的。让我们赶紧来看一看辽宁队带来的小品《幸福需要拐个弯儿》。睡觉别打呼噜。我说你怎么又开始躲了？
放心，从今以后睡觉我再也不打呼噜了。嗯。看见了吧？这位就是我爱人，每天的这个时候他就该起床了。接下来就是洗脸和刷牙，他还会用吸尘器去吸我们家的地板，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好样的。他还会洗一些我很少去穿的衣服破啊，然后赶去做一些我从来不愿意去吃的早饭。最后我就该说话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说什么？我说我跟你这日子他就没法过了。老婆，你听我说，家里头忽然之间这么安静，我不太适应。啊。好，谢谢二位，特别有创新的一个小品啊。你好赵凯，你好卢琳，二位好。这当然首先特别新的一点就是把平时这么躺着的这个这样的对床上的这一部分给竖起来了，这个在表演上有难度吗？有。很有难度，因为躺着的时候展现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生活了，然后当立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加一些虚化的东西，一些刻意的强调的东西，去强调每一个细节，因为不可能跟完全的生活一模一样。那怎么排练呢平时？反正有墙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排练场，有墙的地方就靠那儿就开始找感觉是吗？对对，包括外边的墙基本都有我们的影子，就我们这也不是外边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二位，你们俩成家了吗？还没。我也没有。没有哈、啊、那你们演完了这个小品之后对婚姻这个事儿是更加渴望了呢，还是觉得有点犹豫呢？我其实一直渴望着，也一直渴望被需要那种幸福感啊。对，
我觉得幸福是种感觉吧。我想起以前看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记者采访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就是说你们保持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什么？那老头说忍，老太太说一忍再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小品可能是以呼噜这个为事件，但是我们不单单是说这个呼噜的事儿，可能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之间有免不了很多磕磕碰碰的。嗯，我觉得幸福是种感觉，我还是挺渴望的。还是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我们来看一下评审的感受。蔡明，卢林，赵凯，你们俩好，我们认识，小品大赛吧？对，他们参加过今年的小品大赛。而且这个卢林因为这个作品，被评为，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好像进了前五强，对吗？对吧？对，他是我们选出的五佳演员之一，因为没有排名，就是五个最好的之一。对，所以这个小品在当时就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刚才你们已经从这个小品的主题说好说过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小品它新在于它的形式。那我们现在小品绝大部分还是以语言为主，那么这样一个以动效和肢体语言来支撑的一个小品，难度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也总在说想创新，想创新，但是创新是有风险的。对，但是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二位，勇敢的创新，并且在观众的掌声和笑声中得到了他们的承认。希望以后你们坚持创新，使我们的小品舞台更加的丰富多彩。再次感谢二位，谢谢。谢谢，谢谢蔡明。我们听听吕一涛导演的感受。卢林、赵凯，你们好。刚才那个蔡明老师说了，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蔡明老师他参加春晚多年，现在的春晚语言节目的内容的拓展是非常难的。那么从这个语言节目的包装模式上去创新，它是一个方向。那么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侧躺剧，包括我们现在网络视频上流行的好多这个侧躺剧，也已经纳入到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也在设想着有没有这个可以更适合春晚的节目来春晚上表现。啊，至于你们的表演，刚才我想的是呢，这内容包袱都很好，没问题。那么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场景转换的时候，在我们正常视角的时候呢，它还是侧躺剧的背景。那如果从这个点往下发掘的话，可能会更好。那借助这个道具，就这么多了，谢谢。好，谢谢，谢谢吕导。这个小品的名字叫《幸福需要拐个弯儿》，我觉得可能那个弯儿啊，就是咱们要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忍让，多一点妥协，可能这个幸福就在不远处等着呢。要祝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幸福美满，祝所有的夫妻都能够白头偕老，祝你二位也是早早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好的，那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我们的所有的参与的观众呢都有机会获得小天鹅自动投放洗衣机提供的精美的奖品一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代表队又来自哪里呢？请看大屏幕。三家人自是老家，民间文日日小吃趴，吃日酒是日多花，炒子是春香见谁变化大，水火无论有无私，要各位深深把家乡夸，不晓得南州论子秋，是才子民俗看不得，小沙子炒心满天肉，五爪跳红了给三花，青海子花爱炒不完，炒子心儿比那甜，炒子幸福满人间日美花，花美花楼啊日美花。我要上春晚，掌声欢迎青海代表队闪亮登场。
三江源最美，欢迎各位，玉树歌舞最棒，这是来自我们青海玉树的一个歌舞节目啊。我们来听听青海电视台的主持人张磊是怎么给大家介绍的。谢谢谢谢董卿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自昆仑腹地三江之源，我们来自有歌舞之乡之称的玉树草原。那在青海啊，有这样一句话说，青海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其实您看，我们青海人确确实实啊，把歌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我们用劳动创造财富，而且呢会用歌舞来快乐自己。您看在台上啊，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一些演员，而在台下他们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今天在他们身上我们将看到一个生机勃勃而且充满了希望绽放春天的新玉树。在这里也请我们的各位评委老师为我们青海的节目投上您宝贵的一票，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青海队带来的藏族歌舞雪域欢歌。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自青海玉树的藏族同胞们。这个11月16号啊，是我们直通春晚的第一场开场秀，当时他们就来了，那天也跳得非常好。
我昨天碰到他们的时候，我说，哎，我11月16号那天，我说你们家里的那个父老乡亲们都是是不是都在家里看的？后来他们跟我们说，11月16号特别不巧，村里停电了，所以都没看见。我觉得他们今天跳得格外卖力，要把那天没看到的补回来。今天村里没停电吧？没有，真的都在看着呢。好，一定会为你们的表现高兴的。我们来听一听各位评审的感受好吗？新草，我怎么又让我说舞蹈啊？其实我想说一句话呀，就是有一种感受，好像在表面上看上去比较单一的很多很多种艺术形式，比方说舞蹈或者是音乐，但是往往这些看表面上听上去看上去比较单一，但是这个全世界每一个所有的民间的艺术都存在这样的规律，它反而是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一种艺术。比方就是说像刚才他们那么一段舞蹈，那么我想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个欣赏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他的音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节奏，他没有什么节奏上的变化，而且包括他们的舞蹈语汇、他们的舞蹈语言，也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传统的一种藏族舞蹈的一种语汇。但是首先第一点，说白了，我不会烦，我会越看越入迷。它好像有很多很多种内容在吸引着我，尤其是那个我们的这些小伙子们这些那个袖子，而且他们在空中挥舞的那个袖子的时候，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整齐啊。那么我想在下面一定会也是受了很多的训练的啊。然后我还想说就是，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而且能感受到他们的一种感恩，那么也是跟这个简单看上去简单的艺术那么是相符的。那么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一种淳朴。谢谢你们。谢谢。不过我觉得他们可能不需要什么训练，家里的草场、田间地头就是他们的排练场，每天都经营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孙悦的感受呢？刚才那段舞蹈让我想起，其实我跟玉树是有特殊的情怀，因为当时地震的时候，我4月份去了玉树，当时我跟失去父母那些小朋友也跳这个舞蹈，我也学了一段。但是其实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其实很难。你能跳出那种撒袖子的那种气势，那种阳光的一瞬间那个力度，爆发那力度，我现在。你就在那站着就可以稍微比划一下。那老丢人了，当全国人面丢人。就是我跳，你别看真的很简单，但是特别难。所以当时就是我看你们舞蹈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你们的舞蹈是那么自然、那么朴实、那么大气。那么同时你们的舞蹈融入了生活，就像你们把舞蹈带到了生活里面，同时你们把生活带到了我们的直通舞台的这个舞台上，所以感觉是那么舒服、那么自然、那么阳光。所以今天的确实很感动，让我想起了那时候的回忆、的记忆，那段我跳舞的那个时候的记忆。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孙悦。的确今年是玉树地震3周年，玉树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在今年是全面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现在再来看他们今天跳的这段舞蹈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他们的舞蹈语汇当中更多了一份情感和喜悦在其中，也让我们和他们的情感有了一种共鸣。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青海代表队。想不想上春晚呢？特别想，因为这是我一直都是我们就是最期待的梦想，就是非常想上春晚。好，我们加油，我们努力，就是32那天别停电就行了。再次掌声，谢谢青海队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在这里还要感谢我们9999黄金专家孟娟黄金对本节目的奖品赞助。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代表队来自哪里呢？请看大屏幕。Thank you.
掌声欢迎海南代表队闪亮登场。我的南海，我的海南，海南热闹在昆仑。好，欢迎你们。你看看，一看就知道来自比较暖和的地方，穿的就是比我们少啊。这是来自海南代表队的小伙子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看点，我们请旅游卫视的主持人阿瑟为大家介绍一下。您好，大家好，我们参选的节目呢是舞蹈，名字叫做我的南海。它取材于呢海南渔民的真实的朴素的生活，剧情呢跌宕起伏，情绪呢饱满有张力，刻画了海南渔民的勤劳勇敢坚韧顽强的性格和形象，而这恰恰也是我们海南人的真实写照。我注意到你刚才有一句话叫剧情跌宕起伏，这个舞蹈里面有什么样的剧情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海南队带来的舞蹈《我的南海》。
好，谢谢各位。在和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搏斗了之后，我们又看到了生命的曙光，这就是一个大概的剧情啊。嗯，我们来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王立光老师，我对这个舞蹈艺术在表现海南这个地区的语言的时候啊，我总会被我小的时候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个斗笠舞所感染的那种印象，就是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到啊，五指山歌是那么美，海南也一定很美，就海南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柔美的这样的感受。到今天呢，在惊涛骇浪当中看到了这么一群有顽强生命力和坚强的小伙子们，让我一下感觉到这个海南的这个文化艺术是那么的璀璨，是非常棒。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外行，我们会有这个感受啊，就是看今天的这六个选这个队的这个表演，包括刚才像看海南，有的时候我觉得比看某些这个舞蹈大赛还要好啊，我真是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这个赛事它更多的强调技巧，这个舞蹈有的时候它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这个技巧方面，就是你到极致了就变成杂技了，你光有技巧没有内容，就不如有内容又有一定的技巧更感染力，更有冲击力。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毕业于艺术院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业余好，但是你们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一种内涵和内容，就是人战胜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实际是很渺小的，是靠什么去战胜啊？实际是信念和信仰。你这个舞蹈当中我觉得都体会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中间的那个呐喊声，就是你看大家都鼓掌，它有一种震撼力。所以艺术的表达就是靠淳朴，靠我们很人性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讲，你们的内容比你们的技巧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一点。我实际有一点感受，就是色彩上如果再有一些变化就更好了。其实你看你这董卿站在那儿倒反而色彩不错，你看这个舞蹈里有一点啊，就是我只是说的色彩对比，包括今天董卿鲜活的生命，包括你的这个服装，我看跟那个他这个整个的都很搭配。就是如果说在色彩里面再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会让他我们的这个冲击力啊扑面而来的感受更强烈一些。你们运用了，你看这个声效的效果，就音乐，就视觉和听觉都很棒很棒了。但是呢，就在色彩方面再有一点点，就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舞蹈呢，这个表达的意义，至少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懂了，而且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感动了，我就认可这样的艺术作品，向你们表示祝贺。好，谢谢，谢谢王老师，蔡明。我也是个舞蹈外行，但是我看得热泪盈眶，因为我第一部电影是我12岁的时候拍摄的，就是在海边拍摄的，我演了一个渔民，所以我出过海，我知道你们刚才表演的在海上那个狂风暴雨，那个海里不是海浪，是涌，对吗？涌是这样的，海浪是这样的，那么那种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种艰难，那么还有一个船员啊，一个渔民他掉到了船那边，大家一起来拉他啊，那个一点一点的我都看懂了。舞蹈语汇我不懂，但是我在这个舞蹈里边看到了勇敢和希望，看得我热泪盈眶，谢谢你们，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勇敢。谢谢，我和二位的感受差不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完这个舞蹈，突然想到的是《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那部小说，突然想到的就是里边最著名的那句话：我们可以失败，但绝不可以被打倒。所以可能也就这种精神感染了大家。我们也再次谢谢海南代表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6支代表队的表演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先一起通过视频来回顾一下他们在之前的精彩表现。真呀，是啊，好好好啊，好啊，真呀，是啊，好好好啊，太帅了，三个精神。
要上春晚。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场外的观众也通过登录 CNTV 或者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在始终参与我们的互动，给他们所喜爱的代表队在投票。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场的场外观众支持率的排行榜，一起来看一看。好，我们看到场外观众支持率目前得票最高的是云南代表队，获得了32%的场外观众的支持率。紧随其后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24%，然后是四川代表队21%，辽宁队13%，青海队6%，海南队4%。这是一个观众的投票的情况，可能会给接下来我们的专家投票有一个参考的作用。那接下来首先是我们现场50位现场评审团的投票，我们的每一位评审手上有一票，只能投给一组自己所喜爱的代表队。来，各位准备，请投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要忘了，您可以继续通过登录 CNTV 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幸运观众呢，都将有机会获得9999黄金专家孟泉黄金所提供的精美的奖品一份。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50位现场评审的投票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现场评审50位现场评审的投票情况，获得最高票数的是云南代表队13票，然后是青海代表队12票，然后是海南代表队9票，辽宁代表队7票，四川代表队5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4票。这是我们的现场50位我们的现场评审的投票情况。那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各位专家评审的投票时间了。我们的专家评审除了吕导之外，其余的5位每人手上有6票，只能投给一组自己所喜爱的代表队。各位专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各位专家评审投票的时间了，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首先有请孙悦。啊，太难了。我想把我这票投给四川代表队。谢谢孙悦的6票投给了四川代表队。这样的话，四川代表队现在是11票。我们有请李欣考评委。我把我这一票投给青海代表队。青海代表队，谢谢欣草。这样的话，青海代表队目前是18票。我们有请沈培义评委。我喜欢海南代表队。我投给他们。谢谢裴毅，裴毅的票是投给了海南代表队。这样的话，海南代表队就是15票。我们有请王立光评委。青海是个好地方，我投给青海。谢谢王立光评委，王立光的票数也投给了青海代表队。这样的话，目前青海是24票。有请蔡明评委。我这票投给辽宁代表队。谢谢蔡明，蔡明的票数投给了辽宁代表队。我发现现在的票数有点接近啊，目前最高的是青海队24票，然后是海南队15票，辽宁和云南都获得了13票，四川11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票。那最后是吕涛导演的投票时间，他的手上有20票，这最后的20票会投给谁呢？有请吕导。首先我表达一个意思，
感谢包括今天六支代表队在内的所有参加直通春晚的代表队，是因为你们才开拓了我们春晚剧组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创作元素，也拓宽了我们的节目储备，这一点非常感谢。那么我要最后投出的这20票呢，是在马年春晚的结构基础之下投出的这一票，比较慎重。那最后我的20票投给青海代表队。好，谢谢李一涛导演，李一涛的20票投给了青海代表队，这样的话青海代表队以44票成为本场的第一名。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26支参赛代表队的排名在前5位的代表队将有资格最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接受春晚主创的挑选。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上周为止，我们的参赛队的排在前5名的分别是哪几支队伍。截止到上一周，排在前5名的是广东代表队、辽宁夏代表队、新疆代表队、陕西代表队和西藏代表队。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我们最后这一场综艺节目的直播赛事结束之后，又有哪一支代表队跻身了前5名呢？恭喜青海代表队跻身前5位。我们来看一下26支代表队在经过5场综艺节目比拼之后，最终的前5名的排列是：第一名广东代表队，第二名青海代表队，第三名宁夏代表队，并列第三名的是新疆代表队，排在最后的是陕西代表队。这5支代表队将在我们最后一场直通春晚的现场，也就是1月18号直通春晚的现场，将悉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接受春晚主创的最终的挑选。他们是全部还是部分能够登上2014年马年春晚的舞台，我们拭目以待。1月18号将为大家揭晓谜底。从下周开始，直通春晚也将进入歌手专场，来自全国最具影响力的6个歌唱类节目的18位人气选手将汇聚在我们的舞台上，展开新一轮的风云对决。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直通春晚。朋友们，下周再见。我们期待总会有一片绽放最强的光，我们相信梦想的舞台永远无限宽广，我们知道经历风吹雨打才会更坚强，我们一路高歌，我们尽情的唱响，我要上春晚。我们期待总会有一天绽放最强的光，我们相信梦想的舞台永远无限宽广，我们知道经历风吹雨打才会更坚强，我们一路高歌，我们尽情的唱响，我要上春晚。我们一路高歌，我们尽情的唱响，我要上春晚。我们一路高歌，我们尽情的唱响，我要